那么其实呢？我确实有个小孩。日前，王子文在节目中承认自己确实有个小孩，随后他在微博晒出和儿子的同框合影，深情喊话豆芽：“妈妈爱你。”王子文首次承认自己确实有一个儿子，他跟他第一个男朋友在一起了4年，他当时非常爱那个初恋，那时候王子文就是妥妥的恋爱脑，最大的梦想就是跟男朋友结婚，给他生一个小孩，这是他能想到最开心的事情。吴永恩听后直接离开去洗手间，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后再度回归，主动跟王子文拥抱，表示接受这个事情，而且认为王子文是信任自己，自己不在乎孩子，只在乎王子文本人。吴永恩表现得很大气，这也证明王子文确实对吴永恩动心了，不然也不会坦诚自己的过往。希望两个人可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吧。